洛杉矶一家知名的建商最近宣布，专门替亚裔量身打造全新高级的公寓，并且提供包括了宠物美容、健身房等现代化的服务。最棒的是，四周以大片绿色植物包围，相当的美观。建商行政总裁凯勒表示，公寓距离韩国城跟华富都很近，整体充满了利落的线条跟极佳的采光，同时室内室外都有露天的娱乐区，方便住户烤肉的同时还能观赏到市中心美丽的夜景。观众查询更多的讯息请上官网。